你是不是把包皮给割了？啊，好精致啊！去，我应该给你缝嘴上。你干嘛？别动，你别动。就算这次我抢了你的，下次赔你一个不就完了？先把衣服穿。哎，你是不是个男人？哎，我也没什么。哎，不是你说谁屌丝啊？你是屌丝，就是个禽兽。你是三高男。我今天要泡不上，我是娘了。女人都一样，是不是有钱就可以玩，有钱就可以跟别人跑？干嘛来了？交配之旅呗。你真漂亮，同一个女人去这么去了，还好，太他妈适合你了。一夜情啊，大姐。好意。哎，死吧！